钻石一颗修炼的啦，配这些风拍仔。零伤害啊，没差啊，可是 我至少救到人啊。我们双排，等我一下哦。OK OK， 你说走了就可以走了。有没有建议买什么英雄比较强啊？嗯，新玩、啊、英雄吗？你可以买新玩玩玩看啊，他机动性蛮强。就是看起来操作会很帅，就是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的那种角色。片片那种只没玩过 Apex 的。新玩不是秀技术的吗？对啊，我就是要那种看起来 很秀，然后不没玩过的看起来很屌。技术啊，技术的话你要玩那个、啊、新角吧？你说这个万塔控制的最后一只催化机哦？对，我。就是哦，它还有黑色墙的那个吗？嗯，我是觉得这只比较吃技术，因为你要想着怎么去盖那个墙，那大墙。然后新玩是比较，我是觉得比较简单入手。好啊，现在这版新玩好了，它走路那么强。你看我艾玛斯有造型，红色的魔鬼代言人。艾玛斯的话就是要找那个选位。我好了，好 ，Go Go Go Go！ 我爱这只什么兔子？今晚。兔年造型的、喔，对。你冇，你嘛是钱钱足多呢。嗯。过年领年。我要玩圣密歇尔了，他看起来很屌。我也穿红色的。圣密歇尔可以。圣密歇尔现在、欸。而且我一看，而且我不知道原来圣密歇尔可以自己补自己。是我看我队友在补自己、啊他。他 Q 可以补自己，然后。他的被动技就蛮好用的，你点完他，然后就直接跑掉。好，改三排好了，两个人，现在时间没有人。